为今年最叫好的王牌节目之一，中国梦之声在8月18日举行了总决选冲刺会，六强学员艾菲、央吉玛、James 等人首次集体亮相，引来了上千名粉丝前来围观，场面十分的壮阔。现场六强学员也是纷纷献唱歌曲回馈歌迷，带来无限惊喜。而抢先曝光的夏日海滩 VCR 更是让台下歌迷顿觉清凉飒爽，女神央吉玛以及艾菲纷纷潇洒一脱，惊现比基尼，曼妙好身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了更好地准备巅峰对决，呈现更专业更多元化的音乐风格，东方卫视大胆突破原版模式的流程，让六强学员闭关休战两周，于8月25日直接进入总决赛。这样新赛制的决定也是吊足了所有观众的胃口。